参加那个阿公的那个晚上，有人会留啊，然后可是那个冰箱不够冰啊，哎呀，就那个啤酒就没办法供应到，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拜托阿公啊，阿公冰箱那么大，等到有朋友进来的时候，你们那个冰啤酒可以拿来。哦，没有人没有供应完，你去看阿公的小腿。其实我们也是有参加那个运动会，然后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捕鱼。那我们早期捕鱼的时候，它是不能用任何的器具，那我们就只能用以前古老的方式，我们是用树叉鱼吗？树藤打枝。哦，树藤，树藤打枝，然后去那个是毒鱼用的。哎，没有，它其实它也不是毒鱼，就是对，就是昏迷这样。然后那个鱼会从上游这样飘下来。然后那次是比赛的，就是看你的鱼货量，然后最后称公斤数这样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哎，这个只打多一点，这一条河流应该就是我们冠军的。那我们就上面就打了，然后打完之后就下来，哇，这应该是 OK 的，破洞了。哇，因为我们只打很多，结果下来看到那个大雾，哇，真的有，我们全部人有，哇，这很大很大，然后结果下来，哇，这不是你舅舅吗？下来是舅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舅舅他比那个外围的马拉松，他比外围的马拉松，他口渴，想说在中游喝水，我们在上游放毒啊，舅舅就下来了，下来我们来捞哦，裁判这个要算重量吧，我们那届第一名啊。也是有给他吃那个地瓜叶的汁啦，就解醒了，解毒，对。原住民在山上打三枪，什么是合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打三枪啊，一枪就死了，不像你们打三枪，不是的，对，三枪毙命，三枪现在已经合法了，对，合法了。以前我们打三枪啊，真是违法哦。打到第四枪就真的是违法。我那不三枪，我那一天呢，在苗栗新竹的山上，我吃了一个东西哦，我感动到现场掉眼泪。哎呦，玩很大，去那个地方，苗栗原住民苗栗。好，那个鱼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苦花鱼。哦，花鱼超好吃，真有，对，很有肉，好好吃。但是我已经快40年了，没有看过那么大条的苦花。哦，那个还是小只的，是吗？对，再上去那个拉拉山那边更大只。真的苦花那么大。问沈哥就知道了。真的，苦花也那么大哦。你看到的是普通的，对，那么大已经比我那个还大，还要大。对，真的，比我看到那个。是比你那个大，比我看到那个还大，看到那个不可能啦，哎，阿丹，原住民都在唱那首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？他说是冰箱，是真的吗？我们有时候对于生死的这个想法会比较乐观一点，乐观。对对对，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那个阿公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要出兵之前，我们会瞻仰仪容了。其实也不是瞻仰，那是最后脸部表情。对，脸部表情。然后我们会去看那个阿公啊，然后可是有时候家属会准备，因为我们都会串门子就过来慰问这样。然后晚上有人会留啊，然后可是那个冰箱不够冰啊，就那个啤酒就没有办法供应到啊，你们怎么会这没有冰啊，苦的这样。结果啊，怎么办？拜托阿公啊，阿公冰箱那么大，阿公，打开那个冰柜的阿公。那后面还有朋友，那个你的同学他们会来哦，啊，你等下脚开一点哦，哎，阿公还莫名其妙会打开哦，放了四箱在里面，然后等到有朋友进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会留那个档次嘛，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一次拿出来太多，对不对？后面的人会喝不到啊，然后结果也有人去看他，阿公，哎，余光就瞄到了，你们那个冰啤酒可以拿来，哦，没有人没有供应完，你去看阿公的小腿，哎呀，就得拿出来的。哎呦，阿公，那你同学哦，他说先拿一手这样，哎，还要跟阿公借过一下，哎呦，太可爱了。要帮忙冰啊，因为也不能浪费啊，都已经输了。这跟我们家是有，我们有家人过往，我们都是开心的，对，开心的，因为生前对他完全的好啊，是，那他解脱人世间的苦，他去到天堂，我们当然要欢送他，是，观念是快乐的，对，因为其实部落大家都互相帮忙嘛，对，假如说有那你上部落的阿嬷有点病危通知，隔壁的都会帮来帮忙嘛，说来布置客厅啊，就搭棚啊，对，然后有些一个上部落的阿姨好像快不行了，全部都来帮忙，后来急救好了活过来，那。
活过来了，走走走走，全部要撤掉了。也没有，没事了，没有，有的是，不要浪费那个火，就变烤肉了。对啊，就变烤肉了，就变烤肉聚会了，充分利用。对对，来一个，对对。就讲到这个婚丧喜庆，其实阿美族有一个词叫做巴格浪。巴格浪其实就是一个会后会，它有点像是那个庆功宴的感觉。哦，就不论是那个婚丧喜庆，我们后面的其实都会有一个完工的那个庆功宴这样子。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在办那个丧事后之后呢，那个巴格浪真的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。哎，怎么？我这样自己也会口渴。小酌小酌。哇，哎，巴格浪。哦，嘿，哎。刚讲到那边啊，巴格浪，对，都在巴格浪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，我们那时候在就是刚那个在瞻仰仪容的时候，瞻仰仪容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姑姑他们在准备走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很可怜，他们就这样走进去，然后走进去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，三个姑姑就这样。嗯，哎，一直在那边憋笑，然后想说这三个姑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可是现场的时候其实还不行笑，然后一直等到巴格浪的时候，三个姑姑才开始大笑这样子，然后就叫他们的小叫那个往生者的小孩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如力过来，你们是怎样啊？到现在的还不懂得孝顺？你刚刚那个啊姑姑是怎样？为什么死掉的时候你们还不请好一点的化妆师？那个妆那么的丑，都已经当鬼了，还要真的这样子？我们看到的时候还像鬼一样。哦，原来他们憋笑是这个样子，这样。然后有一次那个真的是，就是办上事，然后那天是寒流来袭，然后把格浪的时候我们就会围火。围火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塑胶椅，对的。然后塑胶椅的时候，那个会越做越矮，对，因为它开始融化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就喝，因为那个阿北他们喝酒的时候就会那开始退酒，退酒的时候越做越近，越做越近，越做越近，然后阿北就开始这样。完全往前，对，就他没有注意到他的那个塑胶已经融化了，结果他不小心就这样，哦，往前去，对，往前倒，往前倒的时候，他的假发也这样跟着这样子，就往前这样，我们就啊阿贝阿贝，然后就把他扶起来这样，然后结果因为他就有烧到，哦，对，然后就马上就送医院这样，然后送医院的时候我们就。年轻人他很担心，可是其他的那个长辈呢，完全没有的任何反应，就是等到大概，因为我们去医院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，因为我们住离市区比较远，这样，然后等到那个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，就有人那个打电话回来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个阿姨这样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那个阿伯吼，没什么事情了，20%灼伤而已。我们讲说20%灼伤，对，很严重，讲说他的假发。烧到来开玩笑，来，没事，嘉庆，是关于在那个丧礼的事情，隔壁村的一个阿姨，她就在哭，然后因为我们原住民就是有那个有人亲朋好友过世的时候，我们有围在一起，然后就一直哭，然后那个哭的声音很像在唱歌，哎。会那种感觉，他吟唱，对对对，吟唱在听，然后对，然后后面那个一个阿姨就在后面这样唱，然后他的朋友说，不是啊，这个故事的跟他什么关系这样子？他怎么会在那里这样？对，然后想说他感觉他去凑热闹的这样子，他就说啊，叫他去喝，跟我们一起去喝酒这样，就拍他的背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去喝保利达这样，然后他就一直不理，一直哭啊，就很认真的在哭。他就说啊，他真的很难过了，我们不要闹他了，走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这样。就那阿姨就突然转过来，等一下，啊你们套什么这样？不可能问这个问题吧？后来套什么？后来什么？我真的不是在哭吗？他后来就真的就去跟他们去卡拉 OK 了，然后再唱很开心，哇，唱一唱，然后他那个阿姨就说，等一下。哦，刚刚那个过世的到底是谁？那根本我这种黑色笑话，真的是想去喝，就想去蹭一下，太可爱。